这位哥哥，你看呀，看啥你？你看啥看啥？嘴这么碎呢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公海的一艘游轮上，几个曾经的好兄弟，一场用心良苦的聚会，拯救了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家庭。来了森先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公海参加这一届的赌王争霸赛。至今为止还剩下三位选手，分别是赌神、赌圣跟赌侠。江湖传说这三位还是师兄弟的关系。下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位，他的名字叫赌神，传说中他的一个眼神可以迷倒万千少妇。又有一传说说他从来就没睁过眼睛，到底哪个传说是真？有请赌神阿诺斯瓦金毛。哇哦，赌神，我终于看见你了。赌神，今天来到这儿，你有什么绝活表演给大家吗？我不信绝活，信运气。什么意思？这儿有两个苍蝇，代表着什么寓意？寓意就是一定赢。苍蝇在屁股上，那是一定赢个屁。下面这位出场的选手，听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就是赌圣杰森斯坦峰。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？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啊，阿芳今天来比赛，赢钱要赢一麻袋。好，赢钱要赢一麻袋呀，没有掌声挺奇怪。漂亮。大家期待已久的，传说当中凡是跟他赌过的人都发家致富了，他从来没赢过，他就是我们的赌侠詹姆史泰松。什么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下吗？扑克牌？难道说这传说当中的隔空取牌吗？把牌抛向高空，用两根手指抓出四张 Ace。 哇哦，这个赌王的称号有没有信心把他拿下？我今天的口号就是要么成赌王，要么死亡。
多大的决心！行了，哎，行了，拉倒吧，来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选手入场。能不能快点？抓紧时间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快点？快点来！我这不赶路呢吗？这俩人都等你呢，快点！三弟，别来无恙啊！你怎么跟谁赌博都能让人家发家致富？啥时候你输大哥点呢？我这不来了吗？这次这钱又是借的吧？我哪次不是借的？但是这次我没借来，我把房子卖了。老婆孩子都不顾了？少废话。行，玩什么？说吧。玩扑克。不行，扑克是你的强项，还是玩骰子？你那骰子都包浆了，我先埋汰。玩扑克，玩骰子，玩扑克，玩骰子，扑克扑克，玩扑克，骰子骰子，玩骰子。别磨叽了，咱能不能玩点国际世界公认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石头剪子布。输了，赢了，你们赌啊，你们走，走，王八走。有病啊！争赌王呢？石头剪子布啊！斗地主，公平起见，有请我们专业的发牌手。我就是发牌的，装什么玩意儿？发牌！不好意思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哒哒啦哒，哒哒啦哒啦噔，哒哒啦哒，啦哒啦哒啦噔，哒哒啦哒，啦哒啦哒啦噔。你快点行不行？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啦噔。这位哥哥，你别呀别着急。你要是不着急，我2万都给你。这位哥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把4个耳偷偷送给你。这位哥哥，你看呀，看啥你？你看啥看啥？嘴这么碎呢？叫地主，抢地主，我抢。上手了是不是？我是地主，我先出。三儿，大王，过。飞机，五。过，过。顺子，剩一颗。快走。不着急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啊，地主斗得真陶醉，剩下一张很珍贵，要有炸弹你别后退，中心思想想加倍。领会。我炸。大哥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对不起嘛，休怪小弟无礼。三，不要。什么局面？此情此景，我还想吟诗一首啊。兄弟打牌有点抠，手里还有4个勾。4个勾你都知道。我炸。脑瓜子又嗡嗡的吧。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彻底。三，不要。
三。不要。什么三？我没猜错，二弟手里剩个三吧？废话，剩别的我早跑了。老王，过。顺子，过。顺没了。哒哒哒啦哒。你会不会玩啊？咱俩一伙，你怎么还照顾我呢？你刚才不是做了一首诗给我暗号了吗？我不是喜欢那种边斗地主边吟诗的那种快感吗？我不是吗？咱俩一伙的，你照我干啥？你还放两张，你会不会玩？这一局赌神胜，换下一局。下一局是麻将，而且是三人麻将，比赛开始。哒哒啦哒，打麻将了，你能不能换个曲儿？我就会这一个。二饼，碰，碰，碰，哎，碰，停！我在这儿看你俩玩对对碰呢。不。这是连连看，不是老三怎么打麻将不让碰吗？一万，嘿，抓吧，我就不信我打什么你们都能碰上。九饼，你倒是碰啊！你碰啊！哎，我胡了！哎，别胡了，你输了吧？让你打我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大哥，他看出来了。老三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你二哥就是一伙的，但是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赢了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你拿什么跟我赌啊？我跟你赌命。行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了，大哥跟你赌，咱简单点，就猜大小王，如果你输了，在这个船上你给我掉下去。好，我认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死而无憾。啊！兄弟，跳吧！老三，在你临跳之前，我想让你见个人。老公，跳啊！你是不是不敢了？你跳不跳？你不跳是吗？我先跳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别拦着我，我早就不叫黄了。你走开，走开。老婆，老婆，是我不好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老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你，我死了以后。跟我的儿子好好的活下去，告诉他不要赌博。
老三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这个局都是假的，这个船是租的，干脆就没有什么赌王争霸赛，因为我了解你，我要不给你赢个倾家荡产，你干脆不能回心转意。但你要记住，老三，十赌九诈，不赌为赢。我跟你二哥戒赌这么多年，成立一个反赌俱乐部。兄弟，你加入我们俱乐部吧，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扑克牌是我们的弱项啊。哇，你被骗了，大哥，又要吟诗。啊，赌博的路上崎岖不平，遵纪守法，牢记心中，劝君莫把虎山行，珍惜美满幸福家庭。老二，老三，咱回去吃个团圆饭。好，走走。我说朋友们，你们看明白没？这是个局啊，这个。但我是真主持啊，我呀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我呀。他们俩吧，劝他老弟回去，他媳妇还不愿意干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妹儿啊。我真不知道这是个局啊，老妹儿，我给你，这是个局。